蔡总统就要上任一星期了，大家都很好奇，小英还习惯总统府的生活吗？快来问问他，总统，你这星期吃的还习惯吗？你都吃什么？家里送便当来给我吃。好好哦，有家里的便当可以吃，超幸福的。那未来四年都会自己带便当吗？还是会像马总统吃中兴宇所准备的便当呢？不过当总统也是很辛苦的呢，吃东西都要很小心。你要吃一下水果吗？他要那个用银针。那我不要那么夸张。他可以吃吗？现在可以吃吗？是不是可以不用回答？